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道玄宗好感主线任务。30好感跟咱们皆考验，通过三层见证即完成。回报任务就可以得到状态，玄门正宗。60好感门外就会有一个老婆婆，要你帮忙上香。这边有两次选项，都选第一，可以加掌门好感，其他都是加六亿的。回报任务就可以去摘星阁，跟获得绝招太极之三式。100好感再跟掌门接老魔头的任务。
我们先到卢胜馆找蔡元厂。再去司法室找会员对话。再回道玄宗跟传人们对打。接下来去临安城的云林寺。这边建议选一拥而上，拿到的经验比较多。打的时候老魔头攻击范围是四格，在五格外他就碰不到了。先送礼到好感满，这老魔头真多好东西，当然都不能放过。
再来跟他玩猜拳，先一直出锤到他输为止，依序剪布锤顺着出，赢十次就会送一本野球拳。继续陪他聊天，会触发回忆的战斗。中间还会送一本《天魔刀法》。当他回忆到主角门派的战斗，会再要求和主角单挑。赢了就获得一本甲级内功《皇帝阴符经》。三窍回忆完，就可以到寒玉船练功，增加内力。他太强，我打不赢他。先跟各位说，打赢的话会给你一本通天伏魔功，但是会去你的门派，要再跟他打一场。独挡我发现还会有没有发狂的时候。再来选阻止他，打赢他先不要靠近，否则会自动触发战斗，会把他打死。我们先继续寒玉船练功，直到拿到一本寒阴真气。直
接潜行回去回报任务。获得3000门派贡献，文字攻略我会留在说明栏。今天介绍就到这边，我是建龙，我们下次见。